马来西亚拿督千金庄思敏一向相当富贵，而且投资有道，早前就豪花400万向的士邦买入的士牌，近日他拍片分享投资心得，说自己七位数字的定期到期，觉得摆在银行的息口不高，所以决定提走。见他一边孭住爱马仕要价大约10万元的手袋，而200万现金就只是放在手上的环保袋，那个环保袋没有任何拉链或者纽扣，就这样就拿着七位数字的现金周街走，真的非常大胆，看到人傲晒嘴啊。